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们这一讲继续讲水仙的画法。我们上一讲讲到八大的这一张水仙啊，我们看它的构图啊，是由右往左的水，它上面画了一个山岩的一角，让我们感觉到上面有一种压迫的感觉啊。这个势呢是被扭曲了，等于它用了衬景来衬托主角。现在我们看八大另一件作品，在这张水仙上啊，八大没有用任何衬景，但是你看就一镜水仙，它是婀娜有姿啊，回环有势。看花镜两个叶子，一二三，那么这地方这个留白和这地方这个空，这个最大，这个其次，这个再小，这个更小，这个最小，这几个空白的分割妙不可言啊，没有相等，没有相似啊，没有雷同，所以我们感觉到它的画面处理非常的讲究。所谓的大写意，所谓的写意画家，不是糊涂乱抹，不是拿大笔一挥，不是我敢拿别人不敢拿那么大的笔来挥，我画别人不敢画那么大的尺幅来画，就是大写意。最后也没有形似，画得跟漫画一样啊，夸张变形，那不是写一画的高境界。写一画的高境界，让我们一看水仙，哎，似与不似，不似之间。看这个下面它是虚处理，没有交代花的根，哎，也没有交代它是在水边呢，还是在盆里啊，什么都没有交代。这也是所谓折枝花卉。这个地方是画眼，所以花头的最重，其他地方都比较虚淡。看这个地方甚至笔断一连呢。好像没有笔了，但是这个气脉是贯通的。起折回再折回，跌宕起伏，所以像这样的作品是经得住推敲和欣赏的。再来看这一张八大的水仙，它就像一个啊，一首律诗，像一首音乐的小品，像一个小曲啊，精致短小啊，严谨啊，曼妙。我们尝试着看看啊，用八大的这种笔法，我们说绘画很难复述啊。其实所谓的临摹有两种，一种是形似的临，一种是不是形似的临，那都是相对的。即使画家本人来画一幅写一画，他也不能完全跟原来相似啊，你只能学他的心，学他的意，而不能识其迹。我们只能学他的这个大概，从他这一笔做主笔开始。我们看这个用笔呢要沉着啊，不要以为大写意，哎呦那我就可以草率了，不行啊。我们看这一笔，关于用笔我们这次啊没有多讲，实际上古人关于笔法讲过很多，比如中锋、侧锋、顺锋、逆锋、藏锋、露锋、托笔、点笔、白笔、提锋、暗锋、方笔、圆笔、尖笔、钝笔，这都是画法里讲究。黄宾虹呢归纳平、圆、流、重、变，变是活的。古人说用笔要如屋漏痕，如锥画沙，如印印泥，如虫噬木啊，如折插骨。如印印泥就像我们盖印一样，要平，要把印泥打满啊。如锥画沙是指的要用中锋，要用锥尖锥子画沙在沙滩上啊。如锥画沙，如印印泥。如屋漏痕指的是在洁白的墙壁上有水痕渗下来，它必须要往下流的同时先往墙里渗透到一定深度再往下走，所以前面是圆的，那个水珠要垂，有分有一定量的时候才能往下垂啊，就是如屋漏痕。如虫噬木，像虫子磕木头，虫子是要把木头吞进吃进去再从后面拉出来，它才往前走一点，所以等于是积点成线，一点一点往前走啊，就是沉实。如折插骨是过去妇女头饰上的那个金叉
啊，要一它有一定弹性，一卷折了那个感觉，或者不折的时候微弯的感觉，带有弹性，啊，这样的角度如折钗花，外是柔软，内含坚刚，八大山人的笔道就达到了这样的境界。这两笔画完以后，我们看这一笔它是用的可笔，我们没有能出它那么干的效果啊，这有好多原因了啊。这一笔下来走这个八大在这补了一笔啊，在这儿这是一个补笔，那么这个花头这一部分放在这个位置了啊，先画的这个里边，它这个花地呢是这么画的啊，这是八大的造型的特点。这一笔花瓣它这意外的有一个墨点，等于是这一个花茎藏在这个叶子的后边，然后在右上角提的是八大山人写，我们看这个可笔的效果不够，用墨这一笔的重度不够，所以重复一件作品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，尤其是一笔的画法啊，我们只是了解一下就可以了。所谓的可笔，就是让这个笔始终处于焦渴的状态，这种笔是可笔啊。科比还要让它画出线来，所以这个纸要转动要捻动啊，因为水分少了，所以行笔要慢，这是科比。八大比较喜欢用科比画画啊，这是吴长硕的弟子陈半丁画的画。陈半丁呢虽然是吴长硕的弟子，但是他的画大多的时候比吴长硕要简，我们看他这个画法疏疏落落啊，画得很温馨。前面我们讲过，陈半丁这个老人呢，生活的这一生啊，相对比较受人尊崇，活得比较滋润人的画，一般来说带着某种富足气，有某种温馨的感觉。当然，这都不是绝对的。那么他的画呢，也比较温润，画得也平实，在平淡之中、平实之中，啊，有一种相对隽永的味道。他画的画比较近，还保持着一份清纯啊。我们看吴长硕这样的水仙的画法，吴长硕这样水仙的画法，他有这种前面说书法用笔，书法用笔也不一样啊。有的人是行书入画，有的人是隶书的笔法入画，有的人是楷书的笔法入画，有的人甚至用草书的笔法入画，有的人是用篆书的笔法入画。怎么理解呢？刚才我们看到陈半丁那个画，他是楷书的笔法入画，第一比较近，第二比较稳啊，交代清楚，笔笔送到。八大山人那样的画是带着隶书和篆书的笔意入画，非常的远近。吴长硕本人他也说过自己他是用草篆入画，这种提法在他以前没有人提出过。吴长硕本身精于行草书，他也精于大篆篆书，所以他的笔力与众不同。一个是吴长硕他行笔偏快，他有时候画其大意啊，看他这个用笔啊，以第一要圆劲，这就是篆书的笔法，第二要有一种荒率的动荡的感觉。对于这个水仙，他心里要对它的结构要了解。在晚清上海还有一位虚谷，这个虚谷呢是用飞白法作画，就是更渴的笔，更虚淡的笔。
他这个交代这个地方都是起而不起，不起之起啊，又不能太整齐，又不能没有规律。这个吴昌硕这种画法，他甚至有的时候还用拖笔。这个花头藏在这个里边，吴昌硕的画有一种雄腔饱满的感觉啊，画的不冷寂，这是他的一个特点。在这里，这是花头，这个叶子在这个花的后边啊，它也要交代。好，把它这个颜色啊，我们找一下。它呢是用了白粉，这个白粉呢，一般的来说要慎重用啊。花瓣啊，它是用了这个黄色。实际藤黄呢，画出来其实就是鹅黄，它没有山这么重，啊，略淡。花瓣这样的时候呢，它拿白粉呢在上面有提，因为这个画呢，由于年代造成那个白粉呢，它已经反铅了，啊，所以这个原样我们不一定能看得很清楚。它实际上呢是用白粉在这儿提了一下，中间这个花心，它是用的朱砂。我们这个朱砂呢是化学的啊，不太好啊，只能是大概我们加一点褶。我们说吴昌硕的笔啊，它涮的不是很干净，笔底下有别的颜色，我们看它实际上是有一点淡淡的暖色。它也可能是铺的底，也可能呢直接带着这个绿色。它这个绿色呢是汁绿，就是草绿加石绿，这是两种啊，因为它这张画可能褪色了。它这个里面感觉还有点墨的感觉，它这个颜色很沉着，也与岁月有关系啊，也与时间有关系，这个颜色不能上的飘。它这个上呢也是要留白，它不是那种上的面面俱到那个，我们这个上的有点实啊，若有若无的上。那我们先看呢，这个绿色不够，它用的是头绿，它那个绿色比我们这个要深。它这个地方甚至还有点干笔啊，大体上是这个样子啊。好了，这是吴昌硕的画法啊。吴昌硕是用草篆法来画，他是勾勒，他的行笔略快啊，比较苍劲啊，这是他的画法。我们看一张李苦禅画的这个水仙。就我所了解呢，李苦禅先生水仙画的相对少，他画的水仙，你看这个等于是在水鱼里栽的啊，画的也非常好。这是一个牡丹折枝的，这个水仙是在盆里养着，我们看他画的这个姿势。我不清楚他用的是底色的纸还是他染的纸，应该是用带颜色底色的纸。他的花呢是用白粉画的，它的颜色上得很淡。它的水仙花的勾勒法基本上是吴昌硕这样的方法，兼有点八大的味道。我们看这个水仙花呀，我们一般都是要拿花头来养它长出这个水仙花，它是像蒜头，在它没有长出来以前呢，跟蒜头一样。
养水仙要有技术，要合适的温度、水分，要把这个下面这个皮呀、要剥下来，剥下来让它由这儿开始往上长。那么这个开始长，长这么一点，它是这样由这儿往上长花。这个前边略宽，不能尖尖的，但是呢略带点尖啊，它是这样。个别的水仙花那个花尖一点啊，是这样。还有的呢更圆，还带点回弯的啊，是这样。有的时候一定要有反叶，有反叶它才有变化，它才有这个俯仰的变化。短花叶的是这样，叶子偏宽偏肥。个别的长的花叶子是修长的，品种不一样啊。我们看猎虎蝉这个花头的这个胶带啊很清楚，花心呢它实际上它是这么一个类似个小碗形状的，往上中间有两个蕊啊，是这样。这个花瓣呢，有的偏尖一点，有的呢偏圆一点，但是肯定是六瓣啊。水仙花这个着色啊，我们单着一个叶子看啊，一般来说下部要用一点暖色啊，下部用一点暖色。有人是这样，像天津的孙清峰先生就喜欢这样，就是用赭色钩不染绿。他是觉得染绿就太通俗了啊，太多见了。画成这样以后，前边这个着绿色，让这个地方这个暖色和绿色两个相交。我现在要提到黄宾虹，黄宾虹先生首先是山水画家，他其次是花鸟画家，但是他的花鸟画数量相对少，不是很多，但是他画得好，他的花鸟画格调好啊。我们看他画的这一张山茶水仙，后边呢这个应该是小的枫树，枫树叶，粉色的山茶，朱标红的枫叶和这个翠绿的水仙，它的水仙是简笔，这个也很得势啊，用重墨画的这个很精神。它的着色呢，它招的不是绿，它招的是花青加石绿。我们逆它这种笔意啊，画一张。黄先生画这个，他是用重墨勾的叶子，可笔。勾的这个地方呢，它甚至断断续续。我们看啊，它这个很纤细。我们说黄先生画的花鸟跟他的山水是两种风格，山水呢是黑密浓憨，花鸟呢是虚淡啊，画得很虚啊，画得很淡。我们就是逆他的意啊，不是完全照他的画。画到花头这一部分，它这个墨呢还要略淡，但是要润了一点。
这个勾勒基本上是这么一个内容啊。这个他画的是山茶，我们是逆他的意，不是完全照他的画法啊。黄先生的笔道啊，若不经意啊，若无能，若没有力量，这是他的一种啊特点。然后他在这块用胶墨穿的这个枫树，笔墨的这一部分基本上画成这样了。现在说着色，这个花它没有用白粉，它是先画了这个花心。山茶花这个花心呢，它也点了一点黄，然后它在上面用朱红，它在花心画的这个两个蕊，只是个点缀啊。然后它这个花它是用的青色，它应该是加了石青啊，我们加一点石绿。黄先生在这个山茶花这个地方，他拿这个花青呢照了一下这个叶子，我们这个呢是意林了一下黄宾虹的水仙山茶，写意画要从容
气脉要连贯，这个色色呢要雅，要清润，要亮丽，水色与食色用的要恰到好处，食色要不腻，水色要不阴脉，如果是阴脉必须是我意料之内的一种控制啊，这样才会达到一种理想的效果。好了，观众朋友，关于水仙花我们这一讲就讲这么多。